即係呢個獎嘅意義就係球員、教練、球迷對我嘅肯定啦。咁呢、這個即係作為一個年輕球員係俾我嚟講俾我一個鼓勵啊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推動我去踢得更加好。上年嘅時候啦，我傷出之後第一場，我記得對流浪嘅比賽啦，咁啊教練堅 Sir 即係佢俾我後備入替啦，即係佢好信任我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雖然我受傷之後，但係佢都好信任我有咁嘅能力可以踢得翻。咁開季嗰段期間啦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有機會入選到香港隊啦，咁好多謝 Kim Sir 俾機會啦。自己要做嘅嘢就係報答佢哋咯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要用表現證明俾佢睇佢哋冇信錯人咯。其實今年我覺得係有得有失嘅。嗰陣時受傷，咁我覺得自己好似跌落谷底。咁好彩有球會嘅支持啊，有教練嘅支持啊，隊友嘅支持，咁俾我去企翻起身，咁樣克服呢個傷患，然之後努力爭取正選，踢好每一場比賽，去報答翻球會。